计薪好像是中午12:09，这是5.11劳动节，2011年哈、哦。我们这边看到 GM 线位置，台湾哈、哦，台北市哈、哦，中央图书馆。我们注意到今天有一个书展主题啊、哦，书展主题刚好这边有《博洋全集》啊，《博洋全集》还有这个《爱华全集》啊。这个还有奈何哈、哦，七等生，扶阳子哈、哦，扶阳子，本妈妈出嫁哈、哦，杨葵，还有王栎鑫的家变哈、哦，冬莲的大火，这是宋哲来打刘兰春哈、哦，夜行货车到关岭墩的人哈。哦这位天聪哈，高凤林等等的人，异乡之始寂寂哈，自己的天空，这袁琼琼哈，在胜男，常青树哈，小镇医生的爱情哈，世袭忧国，这个是，对，张大春世袭忧国哈，这个是林怀民的蚕，金水沈哈，这是王绰。台北人就是，这是台北人嘛哈，白先勇的台北人，王振和驾关羽柳车哈，伤心与桃红哈，这个是释华林哈，伤心与桃红这个是很有名哈，伤心与桃红，这个是因为孤独的缘故，这是蒋勋的作品哈。那这个抑郁这本书哈，因为这个我年纪轻的时候就看过这本书，抑郁哈，然后我们这边再看一看，这边有《杨葵全集》，那有彭小岩主编的哦，就是我的老师主编的，《真人小说集》哈，《我的弟弟康熊》，唐倩的喜剧，《上班族的一日》。望山帝君哦，林丹花，忠孝公园哦，陈映真自选集，还有山路哦，第一件差事哈，萧郎哈，我汉生哈，走过从前的萧郎就是皆大欢喜哈，如梦令少年安闲哈，这是骆以军的哈。刘奕君哈，我们再注意看到这个陈杨葵，还有这个陈映真哈，有弟弟康雄哈，忠孝公园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再来看一下书展嘛哈，我们这书展还有白先勇的书《医院书》，《纽约客》，这也是白先勇嘛哈。蒋勋的秘密假期，海陵文学情不自禁，这是蒋勋哈，新编传说哈，这处理在冬天呢，还寂寂哈，作品哈，这去年冬天哈，这个是冬天的作品哈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这不是爱华写作班的，我爱黑眼珠嘛，哦，这七等生的作品，这七等生哈，这张大春的作品呢，还有张大春呢，这七等生，逝去的金铃子，是华林。一朵小白花，也是赛花的哈，这是宋哲来，这都是宋哲来，打牛郎春系列哈，惠西台湾哈。
日在某界，还写那么多，还有缓缓哈，缓缓在这之中，缓缓注意哈。缓缓还有水杯的滋味，哦，缓缓作品真多。这边还有张大春哦，张大春写的，愿写信给上校，撒谎的信徒和妹妹哦。张大春作品集，野孩子，新启示，晨光破灭土地。这张大春写那么多书的人哦，这个有的我们。那个大头村野孩子大家都知道哈，以前在这个时候很流行嘛哈，我就稍微看一下哈，我是吴继新，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哈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参加这个劳动节哈，对，的那个大会哈，这是在一楼哈，哎，算起来也算是有点风光了，我们可以拿来看一看哈，这书包是不是可以拿一个书展的书包？可不可以拿起来看？不知道嘛。这边我大概就是，谁写的？伤心与掏空嘛。哦，伤心掏空。对。这是陈以贞的小说哦，比较。这些小说刚好是现在刚好两岸关系冰结了嘛，哈、哦，所以陈以贞小说应该是有比较高的。政治位置才对，我们就放在这边好了。